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这底下好像越来越热了，还有股古怪的味道？地里有变。长一，是雷火地脉。你走之后，灵床台发生了震动，地震有声，潮鸟接近，这是雷火地脉重燃的征兆。雷火地脉，它不是已经沉睡千万年了吗？怎么会突然重燃呢？是现实。 现实先动手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会怎样？地裂血崩，百川沸腾，直至熔岩爆发，地火焚噬万物，化为灰烬。孔明，你马上回去，青瑶落井桑一起。 抓紧时间，带所有人撤离。你要一个人去压制地火，长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山河之力，你怎么与之抗衡？熔岩都是从地底而起，我必须从根源压住地脉，使其平息。从根源压制？你要去地脉岩洞？不行，熔岩已燃，这地底更是炼狱千万倍，你会化为灰烬的。我有东海水系玄掌，或许有一战之力。 孰轻孰重，你明白的。长义，走。城中的御灵室现在需要长义，要不要把谷主哈哈进也喊回来帮忙？不用了，告诉林浩清，带他离开这儿，越远越好。不好，北渊或许有一场大战，让他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 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！如烟就要爆发了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既然尊主都让您带人先撤，您就别再进去了。可是长义在里面，我要去接他出来啊！岩洞里头炼狱，此时进去就真的出不来了。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？少主，您现在进去只会跟尊主死在一起？难道您不管亲族，不管北渊了吗？ 是不是傻呀？竟一个人在这撑着！你怎么回来了？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？走啊！我不走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北渊，这也有我的朋友，而且你不能死。还用我一个人的性命，把北渊的安宁？值了。 万花谷护法纪云和，大尾巴鱼，我喜欢你。
愿我所爱之人，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玉灵师之魂永远都是自由的。你叫阿锦。师父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也没有原谅你。那雷判定我不准你死，忘了我也让自己解脱。快走啊云恒。尾巴鱼，我来了。云恒，一不小心就是大了。别说话了。大尾巴鱼，别皱眉。好不容易重逢，我想好好看看你。以前做纪云河的时候，我想要忘记一切，可是真的成为了阿纪，我什么都忘了，唯独忘不了你，大尾巴鱼。我始终舍不得你。云禾，云禾，云禾。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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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地火停了，哎，地火停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北渊没事了，北渊没事了，我们的家保住了，保住了。国主，地火灭了，那叫人就把地火给灭了。您灵力耗费了太多，抵抗不住寒霜，您身体要紧。得要去看看阿锦是否平安。唐毅，郡主。唐毅呢？唐毅呢？尊主在里面，一直没出来。尊主，尊主，你出来，你别吓我，尊主。不可能，长衣这么厉害，不会轻易死的。我去看看。露露，
长衣，尊主。谷主，他们没事了。我曾以为，既是新生，就该斩断过去，再不回头。可原来有些事，注定斩不断，拦不住。他终究还是回去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季云河。前辈。不过我并未濒死，怎么还能见到你？你已在生死之间走过一遭，是跨越界限的存在。原来如此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和过去一样，对自己这么心狠。大概有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无论我的记忆、容貌、经历如何改变，我终究是我。我和长衣之间，也一直都是牵绊难解。这一次，你和长义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云禾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让空明过来给你把脉。长衣，这段时间苦了你了。没关系，你回来就好。大尾巴鱼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是云禾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露露，他们分开太久了，让他们俩好好说说话吧。好，让他们好好聊聊。正好，我也有点事要跟你好好聊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阿基就是云禾的？这事儿啊，我回北渊那日，是见我之前还是之后？之前，所以你从见我开始就一直瞒着我。如果没有地虎，云禾不露真容的话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哎，露露，我答应了长衣啊。是长衣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你看，你犹豫了。你不是说过我是最重要的吗？你是不是签完我之后说过的话都忘记了？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油嘴滑舌，这么虚情假意了？你怎么能骗我呢？好了，你还笑？好，我不笑啊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油嘴滑舌，我也没有虚情假意。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实意的。要是你不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就不请了。不行，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点小挫折就放弃呢？这件事，我还得跟你好好聊聊。来，回家好好聊聊。躺了这么久，骨头都松了，你带我出去转转吧。好啊，你想去哪儿？来这北渊这么久，我还未曾看到过全貌，你带我去最高的地方，看一看这片土地。我带你去。这地火没有把整个北渊给吞掉，反而让我想起一切，让我们重逢。你说先师和顺德若是知道的话，会不会气死？
你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这北渊真美啊，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愿意把北渊当成自己的家。长夜，你说你远山之后的风景会不会更美？你还是想离开吗？或许吧。好，等你痊愈了，四海八荒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不惯着你了。那你呢？北渊已经是我的责任了，但你不必再背起这个枷锁。你要的自由我已经给不了你了，所以你想去哪儿就去吧，洛洛可以陪着你。洛洛他已经有了牵绊，而且他也不再是我的小先生了，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想要逃脱牢笼的纪云鹤。长夜，你变了，我也变了，我自幼就深陷牢笼，所以讨厌被束缚，一直伸手去赚那虚无缥缈的自由。可是生死走一遭，我才发现浪迹天涯想要快活其实并不是自由，可以随心选择方为自由。那你的心告诉了你什么？我的心告诉我，他想要被牵绊，无论走多远都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。随便微微的一笑，话已至此你还不明白？天大地大，我的归宿在你的身边。云鹤，这次你决定留下，我便不会让你反悔，知道吗？嗯。长夜，我还是欠你一声对不起。之前你一直问我那日在断崖发生了什么，其实长夜，我从未背叛过你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没有背叛，没有抛弃，从始至终你都是为了救我，是我自己跟自己赌气，才错过了我最好的时候。不是的，是我剥夺了你选择的权利。我自以为那是我的苦衷，自以为不解释就是在帮你，其实是我的自私懦弱和犹豫不决让你更加痛苦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如若当时我能够坦诚面对你的话，现在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拨动时间的线条，余光里流露。现在你在，北渊在，已经足够了。云鹤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便不再是北渊的尊主了。到时候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大尾巴鱼，我会永远的陪着你去每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。既然你等了我那么久，这次就换我等你。相遇在光阴流上的戏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这帮喽啰打架。我今日是来找仙师的，要么把他给我叫出来，要么我把你们打一顿，再把他喊出来，你们自己选。纪云和，你还没死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出乎意料啊。仙师都没死，云和哪敢死啊。你来也好，你可是鲛人心系之所在，你若出事他必大乱，届时北渊开战，天庭应对，大乱终起，不死不休。仙师想的倒是还挺美的，但我其实挺理解你的，痛失至亲，心如荒漠，四海八荒存之何用？只是如若宁夕雨知道你这样，他会开心的。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个名字？青姬告诉你的是吧？在梦里，宁夕雨自己告诉你的。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个名字？青姬告诉你的是吧？在梦里，宁夕雨自己告诉我的。
纪云和，你的小聪明别耍错了地方。宁夕与喜卓白衣，又洒脱又温柔，他告诉了我很多事，但是只有一点，就连仙师都不知道。你想让四海八魂为他陪葬，但他想带走的只有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见过他。这千年来我不曾忘记他片刻，他却从来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过。他凭什么去见你？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蓝雪，所以你叫宁清。你怎么知道这句诗？你们想强攻仙师府，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宁清的对手。我知道，况且现在指环便是朱颜的藏身之所，我们连仙师都靠近不了，更别提让他摘下指环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其死穴，让他主动摘下。死穴？你是指前辈？仙师唯一的死穴就是你啊！我会想办法将仙师的元神带入我的梦境，困住一炷香的时间，剩下的就看前辈的了。好。小青，是我，我想见你，师父。什么？纪云和和鲛人来了，他们还想对你师父不利，你不想报仇吗？机会就在眼前。纪云和他还没死，本宫杀了他这么多次，他为什么还不死？难道老天爷也要与本宫作对吗？亲自动手，所有的仇恨耻辱今日一并算尽。纪云和，你果然还活着，你们要对我师父做什么？鲛人，你先灭了帝武，又以阵法困住了师父，如今还有多少力量可以对抗得了我？今日你已是自身难保，你还护得住他吗？护得住。知道真相又如何？爱恨情仇本就是虚空，混沌无序才是一切的本源。既然所有人都不理解你，那就全部毁掉吧。对不起，我回不了头了。若我真的就此放弃，我这千年就是笑话一场，又有何意义？反正也没有任何人在乎我了，不是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想救世人，但我最想救的是你呀。我与这世间一样罪孽，你难道不恨我吗？世事无情，但众生无过。
没有这世间的山川万物，就没有恨，亦不会有爱，不会有你我的离别，却也不会有最初的相遇。他的存在，就是你我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小青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师父没有陪在你身边，让你一个人度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。师父明白你所求的，不过是当初那个家。师父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不知道前辈与仙师做了什么了结。师父，替我杀了他们。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，我把他交给你们。宁清，你竟然要撕毁契约，你想死吗？我已经错得太久了，总要付出代价。不，师父，你不许走，我不许你走。你想要的不是这张脸吗？你看，他快好了。师父，我可以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想永远陪着你，求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
多谢你们。我也是时候该走了。朱颜最后的力量被他吞噬了。谁都不许走，尤其是你。是很讽刺啊，师父，一向高高在上的你，也会有匍匐在地的那一日。但是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现在轮不到你来命令我了。姬云和和鲛人是来杀你的，你为何要帮着他们来对付我？就因为他们让你见到了你心中想见的那个人吗？那我呢？几百年的相伴，我又算什么？会说忘就忘，只要师父乖乖听我的话，汝灵便不杀你。可好？对不起，汝灵，我没能教好你，我忘了如何去爱自己的师父，也忘了教你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我把自己和你都变成了怪物，你若有恨，亲手杀了我。只要你能听手，可好？你想死，就因为他让你死，你便想死？凭什么？不，我不许。这一生你让我如何我便如何，现在也该你顺着我了。都看着他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？为什么？小青，还记得你儿时学的第一道符咒吗？
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兰雪。师父，小青回来了。比不上他分毫，对吗？好啊，既然他想要守护这世界，我就要回他所想，灭他所求，我要让这世界永无宁日。不必再试了，这样只会徒劳损耗自己。治不治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治不了的。朱颜本体是万年玄冰，我用心头血铸剑，碎他残体，必会遭到反噬，药石难移，难以回天的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这样会死，但为何还要一意孤行？为何不能提前跟我商议一下？你只要跟我说一个字，我定竭尽全力，定能找到其他的办法。事情原本可以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换你在场，你会犹豫？那总好过，让我看着你孤军奋战。长夜，你我相识这么久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，这么不值得跟你并肩一战吗？顾明，北渊经不起所有人一起冒险，总要有人冲在前面，也要有人镇守后方。况且，我是你对抗仙师的机缘。力求大道，本就该有舍有得，不是吗？什么狗屁机缘！不要再拿机缘跟我说事。你我之间，不早就是朋友，是知己了吗？我宁愿自己去死，也不愿连累我的朋友。可现在，我连我最好的朋友都救不了。云禾，你醒了。先生，长英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？云禾，你放心，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，
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受得住。我只想知道真相。他遭受朱颜的寒气尸体，全身骨血，将进入病房。会死。用风寒冰，才无生气。先生，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？无论希望多渺茫，我都愿意尝试。云衡，但凡能想到的办法，先生都试过了。此事关乎北渊安危，长衣的病情暂且别让人知道。长衣，我们回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先别跟来。他们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云衡，长衣，你娶我吧。不行。你给了我鲛人印记，这在你们鲛族规矩中，你已经算是娶我了。你们鲛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难不成你要始乱终弃啊？我不能耽误你。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个太迟了吗？整个四海八荒都知道我是你的人，除了你，谁还敢要我？那也不可以。那好，那我就时时问，日日问，问到你答应为止。云衡，你就别胡闹了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，唯独这件事不可以。我没胡闹，如果是我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你会娶我吗？你还会觉得是在耽误我吗？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可以拒绝，可是你能不能听听我的理由？我走到过生命的尽头，我知道最后那一刻我遗憾什么，后悔什么。我不想再继续蹉跎了，我想要一个身份，一个你曾经存在过我生命里的痕迹。就算有一天你离开，他也会告诉我，我们曾经相守。长夜，这不是耽误，是成全。风卷卷落花，雨滔滔飞沙。我想你在某个他方，自由的欢唱，别再想起。关于我，大卫巴比，你成全我吧。这里繁华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。英明，是你成全了我。看见这世间，如你所想。如今仙师已死，天君又在无量山。顺德再无忌惮，很快便会打来北渊，所以一定要防。传令下去，在边境铸造结界，防御顺德的进攻。是，少主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协助于你。还有一事，我与长义三日后便会成亲。太好了，云和。啊，为什么这么仓促啊？啊，你不用解释，我懂了。你跟长夜经过这么多的事情，早该有个仪式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顺德他疯疯癫癫的，我们该防御要防御，但是也不能干等着他，反倒是耽误自己的正经事。嗯。可是尊主大婚，理应本院同庆，只有三日，是不是太仓促了？关于那些礼节场面，长夜不在意，我也不讲究。
我们就想请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喝上一顿就好。长夜，你可有什么想准备的吗？北渊在，你们在，就足够了。不知道先生能否明白？你们俩大婚，他明白什么呀？看我的，就三日，三日后，我保证让我们云和嫁得风风光光的。本来想跟你一起商量款式的，但是后来才发现我会的只有最简单的那一种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省得跳来跳去还挺麻烦的。你为什么不用法术？凡人都羡慕我没有法术，凡事只要打一个响指便好了。但是呢，成亲是两个人的承诺，得诚心诚意，两情相悦才好。所以你我的喜袍我要亲手缝制。我来帮你吧。我女工虽然不好，但好歹也做过针线活。你在海里拿过针吗？我们海里成亲从来都不穿衣服，所以无论你绣成什么样子我都很喜欢。你们鲛人还真是不讲究。洛洛还说啊，要成亲的话呢必须得有首饰，可惜啊，之前的鲛人泪被地火给烧化了。若是你能再挤出两滴眼泪，给我做副耳坠也是极好的。这么好的一个聚宝盆，我可不能白白浪费了。好，都依你。还是算了，我舍不得让你再哭了。以前坐在一起都是在聊打仗的事情，现在可以坐下来聊一些琐碎小事，这样感觉真的好像在过日子。盯着我干嘛？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这样忽然让我明白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多久的时间？病风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
即便我竭尽全力，最多只能帮你到明日午夜。大婚之夜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暂时帮我压制一下虚弱的状态？我可以先压制住寒气，但最后冰封会迅速爆发，寒冷彻骨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既然陪不了他多久，那就在有限的日子里尽我所能的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今夜这里真美，哪怕只有这一夜也值了。长夜，今晚什么都不要想，天大地大都没有我们开心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生一次，一次一生，哪怕只有今夜无忧，对我来说足够了。天地间无再云开，与细心的尘埃，是谁在为我准备？愿点亮世间星海，我为你孤身而来，一步一瞬存在，一呼一吸如血脉。爱就是我自己，我想你了想，一字一句读你的明媚如花，流声过万丈，一跃而上冲开了今天是云禾和长夜大婚的日子，别哭丧着脸啊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这活我也没干过，也没什么经验。人间有三拜，这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拜乃是夫妻对拜。还问二位新人是否都要做足啊？我与长夜已无父母，亦不愿对任何人弯腰，如何成亲由我们自己做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路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，我们无需俗礼，也不必拜任何人。那好，今夜只以此酒告知皇天后土与所有在意之人，天地作证，挚友为媒，两人同心，永不离弃，最后不醉不归。好，长夜，长夜，你这娇妻可真够洒脱的，那这礼拜之事我就都依他了，都听夫人的。长义尊主啊，这仪式还没结束呢，你就这么着急占我们家云禾的便宜啊？万花谷祭云禾今日在此敬告天地，愿与长义结为夫妻，赤绳早系，结为良缘，苦难不弃，生死不离。东海教主长义今日在此敬告天地，愿与姬云禾结为夫妻，古则异世，此则同穴，不为白首，只争朝夕。
长夜。北渊正在备战，大家应当紧张至极才是。为什么都在这儿放天灯呢？是祝福吧。你身为北渊的尊主，守护这片土地，生活在这里的仙友们希望你可以得到幸福。我原以为只有家人才会这样。你就是他们的家人。长英，你至真至纯，却失足失甲，一直经历磨难，是老天对不住你。这些天灯也许是他对你些许的补偿吧。没有对不住我，你还有这夜空的天灯，就是这世界送给我的最好礼物。长夜，你太温柔了。此生所求皆如愿，所得皆所期，所行化坦途，所事皆无碍。多谢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，像银河追逐着海浪，捉不住的光，任由我一人回想。好了，现在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今天长夜大婚的时候耷拉着脸啊？看着我，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。马上午夜了。午夜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顾明，长夜和云和成亲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哎，闹洞房这事儿是不是应该补上啊？三月，我们去找云和，他出事了。洛洛，也是时候告诉你们了，免得你们到时接受不了。洛洛那酒量，居然还能醉成那样。他那是为你开心，乐坏了。我去找孔明。云和，新婚之夜，我只想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。好，洞房花烛夜，暂时要你我二人在一起才是。长夜，婚服上面那条尾巴，是不是修得很粗鄙啊？
我听闻新娘都是要自己绣婚服的，只是我绣的不太好。你绣的很好看，和我的尾巴很像。这是我唯一遗憾的一件事。如果你没失去尾巴，会不会一切就不同了？我没有失去任何东西。遇到你，我这一生很完整，没有遗憾。再陪我说说话吧，最后再一小会儿，好吗？好，那你转过身去，闭上眼，我唱歌给你听。听完了歌，你就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唱《十方阵中》你给我唱的那个。顺德把我带上岸，我不后悔。他是个疯子，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有一件事他做的没错，就是把我带到万花谷，遇见了。
哼。